来啊，咱就向耶和华唱歌，向救咱的救华唱欢喜的声。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隆重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谢，今天是2018年第一个主日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有很新的心情，有新年新希望、新学习。那我发现说，大家现在很多人都感冒，在我每一个身体虽然都有老了一岁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祈求我们可以靠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的灵里不是越来越老，而是越来越年轻。那我们现在以这首《拉多萨卡主角》来唱，然后我们大家可以起立活动身体，跟所有的姐妹兄弟姐妹们握手问安。是什么？彼此相爱。太好了，100分。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？上帝，对。约翰福音4:19，我们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那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同时呢？因为我们的爱，我们会让这世界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下面这首是。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，一路上
要记住，在我们活出2018年主题彼此相爱的同时，如歌词所提醒我们，我们一路上彼此照亮、扶持、拥抱，即使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所以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，我们要来教会聚会。马太福音10:39，耶稣说，那想要保存自己生命的，反失上生命；那要为着耶稣失掉生命的，反要得到生命。约翰12:24同时讲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反而会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们以一首新歌《一粒麦子》来作为我们2018年我们彼此的勉励，同时回应对上帝对我们的爱。这是一首新歌，但是我们请会众慢慢的跟我们唱，因为蛮容易的，而且我们会 repeat 两次啊。世上生命
上忏悔一之意。新学习，所以我们现在要 challenge， 我们再唱一条新歌。我们准备今天的敬拜，我们用牧师今天讲到的经文《以赛亚书》12:2，因为上帝的爱，我们在任何环境都不必惧怕，所以我们才唱一首新歌。任何环境不必惧怕，我们用国语唱，也用台语唱。
传念的兄弟，伊要保护你，恁要行行，着勇敢壮大。传念的兄弟保护你，真好环境，真好的环境，拢唔免惊遐。传念的兄弟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的神圣神，求你来听我向你来呼求的声。你话讲，我要我靠你丰盛的慈悲入你的厝地，所以我伫你面前甲你求，我今日徛伫你的面前，伫你圣殿中间的时阵，是因为你丰富的慈悲听堂。我有时感觉讲，阮即马伫困苦中间，伫失望中间，主你来帮助我，互我来想起过去以来，你怎用你丰盛的慈悲疼痛阮，带领阮。更新我一摆，互阮心中受到安慰。你的疼完全拢无离开阮，所以我今仔是靠着你的疼来到你的圣殿中。圣经嘛讲。我要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，在你的圣殿下拜，所以我来去你面前，我要来去你面前敬拜你，我要来举手敬拜你，我要来跪落敬拜你，我要来专灵敬拜你，我有一个敬畏你的心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主，你继续在我的生命中间最奇妙的事，我要看到罪人悔改，我要看到人的生命得到改变。看到世界的君王在你面前来俯伏敬拜你，所以我感谢主，我来到这个圣殿中间，求主你这时赐我一个敬畏你的心，你必定用你的公义来引导我，你必定用你的旨意来带领我，求主你帮助我，因为你讲，既然挖苦你的人，你无我得到见效，所以求主你帮助我，我今仔早起。我放下一切去问我所有的代志，不管有甚物困难忧愁，即时求助你的慈悲，求助你敬畏，互我敬畏你的心来充满我，互我伫面前单单专心敬拜你，互我心中得到主你来天顶来的平安甲喜乐。今日的圣灵，我的讲话，做我的帮助。
求阮中间做任何注意看到水的代志，求阮中间，我们爱悔改悔改，我们好好爱好好，我们都注意来受安慰受安慰。以一钱的好处，无保留，拢要全部予阮每一个听主你、挖苦你的人，听我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谢谢。